无烟瘴气，群魔乱舞。哼！青青，说好的不再冲动的呢？这位道长，城主大人有请。这密道正是跟踪一名叫夏弦月使的鬼使才发现的，而他的手上就有这么一道咒架。哎，这是什么？ 哥哥这次是特地来看我的吗？不管你是不是来看我的，只要你来了，我都开心。